我躲在殿外，听他们说什么遗命，莫非他要殉葬？ 活人殉葬，乃是古旧的礼制，各国各部族都已废除了。大圣如今还……没错，早就没有殉葬这回事了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可是三殿下还有众多王亲贵胄，都已经在穆王妃的寝宫外，给穆王妃送行了。什么？哥！
三哥。 程雪，你母妃舍不得父王，都退下。 也是不忍心，可是我们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程旭，程旭，母妃，师弟，程旭，程旭，我不信，程旭，别这样，师弟。 程雪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不信父王会下这种命令，三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三哥，你放开我。真是，真是你小心啊！娘。